超美超美的车站，这个颜色，青砖的颜色，这个收，就是那个检票口，太美了。台湾车站其实呢，看总舵车站之后，它其实是一个在月台下落的车站。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穿过这个小小的长廊，然后呢再走上去。车站太美了，台东县赈灾纪念碑。
你假装要搭车。旧山线什么时候废掉的？最后一班，想象你们要搭最后一班旧山线。这边是三义还是？哦。我要走了。好，我们从圣心车站坐到了泰安站，现在我们要出车站门喽。前面是检票口。站长室，我们去站长室跟他打个招呼。Hello。Hello， 白熊站长。哇，他这个连以前的那个水泥的旧的洗手台都还留着。对了。太多了啦，我才坐了两三站，跟我坐等你。